这位公子，这是招亲，限制一个人参加，请勿带其他人进来。没办法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再见。这是公开招亲，各有两个名额，报名人数者不计，但也有歧视者或声名不佳者，本没有权利拒绝其参加。请这位公子报个姓名和门派吧。我叫江小鱼，你叫我小鱼就好。恶人谷是我的好家乡。恶人谷那可不行，你还敢这样说出来啊？我一没杀人放火，二没拦路行抢，三也不是朝廷要犯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们不是说自己不限出身来历的吗？好，你进去吧。牙尖嘴利是不是？等一下吃上苦头就知道。哎，走错了，对不起。各位参加者听好，在通往两位小姐的路上各有三道门，分别是石门、铁门和钢门。钢门是不是？好。凡是取得三道关卡钥匙的人，就有资格允许这两位小姐其一。每道门前左右各有一个房间，各位可以自行选择要进入那个房间。通过另一个房间的人，都能获得相对应的钥匙。原来如此简单，看来本公子轻轻松松就获取得到免疫胶囊。这怎么会轮到你啊？我若是有幸成功，马上就还俗。不管有多强的敌人，我要做关斩将，夺得美人心。解说完毕，各位请自行选择房间吧，并没有时间限制，但失败后就丧失资格了。看来这些家伙都不成才，有本事的应该已经到下一个房间去了。只要你轻功够好，跳到我身边，这一关就过了。轻功好，我修炼过轻功吗？五仙的全力跳吧。还好练过轻功，不然。恭喜你过关，轻功练得不错，师门的钥匙给你，可以到第二关的。恭喜各位通过第一关，铁门这里的规矩和师门一样，自己选择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，赵寻海？啊，黄鸡大师，你来干嘛？很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关不会和你们玩飞刀暗器或轻功之类的把戏，我们比的东西很简单，一下就分出胜负了。哦，说来听听吧，我的第五感就要做好准备。我们要比的速度。速度啊！我靠！真是令我意外，你能跑赢我，这铁门的钥匙拿去吧。厉害吧？好了，我们这个挑战往上看左边的，不用担心，地上并没有机关。哦，那这一关是考什么？考你的能力。什么能力？反应。哦，中暗器的。吓死我了！还好反应够快，没被射中。这个算画面没有移动，可是我刚刚是按右键哈。这算什么吗？你反应够快，所以闪过就可以割到开铁门的钥匙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若反应不及，岂不是一命呜呼了？这就是游戏规矩，你可以不来的，就算现在放弃都可以。要不是为了张青，我才懒得理你。好，好，顾伦玉，哈哈，终于出现了。到目前为止，能连闯两关的只有两位而已。是你？你什么时候扣牌来的？
我是来迎娶九姑娘，当然要来。最后一场是有大奶奶和大姑爷亲自上阵，你们加油吧。肛门，我来了。我们去肛门的第五室哈。慕容霜，你的肛门准备好？不是，我是说肛门的第五宫，准备好了吗？放马过来吧，不管是飞刀、暗器、跑步、轻功，还是任何花样，我都照接就是了。那倒没有，和我一战就对了。这也没有花巧可以玩，来吧。我输了，交给你最后肛门的钥匙，不要选错喜欢姑娘哦。你要给我肛门的钥匙，那我要进去哦。好弱，真的弱。隐隐作痛，进去吧。慕容霜，我进来了。我这不是我要故意讲的啊，他这边就是肛门啊。开车了，开车了。啊，你又是女生，没办法啊，没办法。我可没有讲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哦。我要到肛门嘛，然后拿到钥匙嘛，打开门我才可以进去啊。也蛮合理的、啊，也蛮合理的吗？这游戏到底是什么啊？怎么要取肛门呢？你喜欢慕容九还是张青？想清楚了吗？我比较喜欢你耶。打姑爷就不会进去了，好吗？我上场重击，你小心了。什么？就这样而已？没有别的花样了吗？花样前面玩过，现在比战斗流神了。完全不会痛慕容霜是被花火穴抢走的。我才不要开你的肛门呢！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才不要你的钥匙。他自己讲的哦，这是最后肛门的钥匙，自己进去吧。好啊，我会进去的，我绝对会进去的，我进来了。想不到蓝公牛你，快进去吧。好的，蓝公牛，我进来了。他自己讲的哦，不是我。小弟你也来了？什么嘛，抢我台词？死鱼啊，臭鱼啊！害叔叔被你先到来迎娶慕容九，害我一个好难过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过来？你搞不清楚状况啊！不约都是黑蜘蛛的长处，我早就累坏了。这美女见到一个爱的拥抱，温暖我安慰我疲惫的身心。还有慕容世家说过关的人有权挑选喜欢的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就一定会挑你？你敢？不过吧，我是重义气的人，既然黑大哥黑蜘蛛挑走慕容九，我就将就一点选了你吧。哼，人家不是后辈的，小玉你嘴好毒，我恨你。我们要把这死讯报给老夫人知道，她一定很开心的。我们要把这喜讯报给老夫人知道，那已经很开心了。我可不要什么老夫人拜寿，那一定麻烦死了。三星，快和我走吧，我们一起冒险啦！真的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要记得回来向老夫人拜寿，记得要留消息给我们呢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们做梦。好，